被人呃的感觉真的很痛，但是如果你是爱他的话，就算明知是痛苦都是心甘情愿。凝望你，看你似在逃避，前夜去向，不想讲起，使你诸多的顾忌。谁料你，边故事极流离，为何陌路一般的心，没有一丝裂痕？为何面上多么天真，似说谎的爱人，说吧，让我无从追问。曾话过为我做任何事，无谓再说失约当天因有紧急的要事，无谓你讲错别人名字，为何越是讲得真心，越会偷偷爱别人？为何卖弄初恋天真，是说谎的爱人？变吧，让你仍然肯接近。你早已忠告，依恋你只有遗憾。曾经说笑般讲起，不想再伤我心。谁令你这句话极诚实？再说即使双方都笑不出的笑话，其实你想转换话题吧。为何陌路一般的心，没有一丝裂痕？为何面上多么天真，是说谎的爱人？说吧，让我无从追问。谁令你这句话极诚实？为何越是讲得真心，越会偷偷爱别人？为何卖弄初恋天真，似说谎的爱人？变吧，让你仍然肯接近。为何陌路一般的心，有一丝裂痕？为何面上多么天真，是说谎的爱人？说吧，让我无从追问。